秦二百六十多年，传到了我手里，割地、赔款、丧权、辱国，怎么全都落在了我的头上？皇上。 事情已经呈给太后了，他会有个定夺的。您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，我没吃东西，饿死也只是个人之事。可他日本吃了中国的台湾和辽东半岛。 那我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太后有旨。 全服罢明啊！皇上，你已经在雪地里没了两个终点了。 没了，都没了，就只剩下这一条石头船了，多气派呀！做工精巧，举世无双，这可是一条。 永远都不会沉的船呢、啊，皇上，回吧，可别冻坏了龙体。大清皇帝列祖有训。 从国土上。
无他路，祖宗灵位，十寸土者不得，十寸土者不得。御前八百里江山呐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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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戦争というものに公理など存在しません。勝った者が必ずしも有利とは限りません。老夫今生今世再也不会踏上日本的土地。それは中道様の自由です。今は条約に署名してください。台湾という3つの領土を手に入れました。
この3つの新しい領土を拠点にいつでも秦国を攻撃できます。10年もすれば秦国全土を占領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す。さらにはこれから我が国には多額の資金が流れ込んできます。どのように使えば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。2億3000万両すべて青少年の教育、初めて台湾に攻め入った時、大砲もろくにない借り物の外国船しかなく失敗に終わった。しかし今では何十艘もの最新の軍艦を擁し強力な海軍となり、新しい領土も手に入れ大変誇りに思っている。長官、上陸軍からのメッセージです。台湾住民に強く抵抗されています。長官、台湾は日本に割領されていますが、どうして抵抗が。想定内だ。秦国人たちの秘める能力を計り知れない。抵抗する者どもを一掃するんだ。撃ち方を始め。枪拼死抵抗，死伤惨重，臣以为条约上虽已割让，但是台湾民众人心向我中华，应当以华侨等非官方方式组织义勇队跨海支援，朝廷可在暗中以武器弹药支持。太后早已有谕，严令各省不许出兵出钱资助台湾。台湾民众为守卫我中华的国土死战不降，而我大清朝廷却坐观其败。太令天下的国人寒心呐，寒心呐。萨大人，黎元洪求见。黎元洪，广甲舰上的，让他进来吧。学生给萨大人请安。你这是从哪儿来啊？学生在军舰沉没后
游水求生，侥幸生还，后来被朝廷拘审，坐了半年牢，舰队全军覆没后才放回来。真是传奇的经历。你下面有什么打算？学生打算回湖北老家去，听说张之洞大人正在招募训练新军，今天是特地来向老师告别的。好啊，是英雄总会有用武之地，不管将来在哪儿做事，都不要做对不起民众的事。学生牢记老师的教导，也希望老师多保重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刚从牢里出来，也没什么钱。再说，我也已多年不喝酒了。学生在牢里结识了个朋友，是个酒贩子。出来后，听说学生要来看望您，说一定要给您带来他家乡自酿的老酒。他说，中国人会不会亡国灭种，就全指望着萨大人您这些人了。海军已败，民众跟着受苦受累，国家安危关系着民众生死。我身为海军，无地自容。老师能够坚持活下来，就像留下了一片青山，十年后又会是一片森林。谢谢，永世不忘老师的栽培。您想啥呢？我在想，我们到底因为什么败了？李鸿章，朕找你来，是想问问你，大清之败，到底败在哪里？皇上，任何失败一定不是败在敌人强大上，而是败在自己的虚弱上。此次战败不是因为日本强大，论国力日本不如，资源不如，军队数量不如，武器也不如。两国海军人才军系留学西洋的高材生，说透了是败在中国人自己身上。官场内斗，军队腐败，各地方派系拥兵自保，欠死不救。海军虽能战，却因战船老化，弹药质差，世人只知道这是中日之战，而实际上是仅仅以北洋海军一臂抵挡日本的全国之力呀。朕也是这么想。大清从前是被西洋列强欺辱，现在谁想欺辱都行，连阿猫阿狗都想上来咬一口，饼根儿还是在自己。学习西洋最根本的东西却没学来，国家到了这个地步，再不变革
只有死路。萨大人，外面有人要见您。不见。客人说，想陪您一起喝酒。喝酒，好，让他进来。第一杯酒，为了表哥，祝愿他走好，在天上还和邓大哥他们做朋友。对，本来我也应该一起走。第二杯酒，为了夫人。那时，你们被包围在刘公岛上，他最后的时刻，一直是我守在他身边。他嘴里只是念着你的名字。对不起他，对不起。他几千里路挣扎着来威海，就是想最后见我一面。可我连船都没让他上，姐姐，我对不起他，我谁都对不起，我谁都对不起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连夫人都没照顾好。谁都对不起，我陪他拦住刘军门，他也不等我一起走，我等了大半辈子海军，
可全军覆没呀！姐姐，28艘军舰呢？哭吧，哭出来会好受一些。在日本人面前我没哭，憋了这么多天了，投降，投降，军人的奇耻大辱啊，我是海军的，死了也不能投降啊，丁军们拉着呀，你是个好样的男人，你是最棒的海军军人，不管承受多大的委屈，绝不在日本人面前掉一滴泪，这就是最棒的男人，能够忍受最大的屈辱活下来，为了海军，为了海军留下来相传薪火，就是最棒的海军军人。海军全都打没了呀，咱们不都是知道赵氏孤儿的故事吗？公孙楚救问成龙，为义而死，和忍辱复仇，那个更难，他自己选择为义而死，而把最难的忍辱复仇留给了陈毅。表哥他们拒不相敌，大义赴死，就像公孙楚救那样，而见人屈辱活下来，重整海军，等到报仇雪恨的那一天，就像成毅那样更难。小弟你做的正是这个最难之事，只要我撒征兵还有一口气，就一定要看到战胜日本的那一天。第三杯酒，是一杯告别酒。告别酒？舅公在美国开了个商行，让我和林子涵一同去管理。
在你们传正学堂的毕业典礼上，全班人都是一群大哥哥，就你的年龄最小，大家一同灌你喝酒。时隔这么多年，我再次离开祖国，只剩下你们两三个人了。日本的那一天，无论何年何月，无论是咱们这一代人还是下一代人，到了那一天，一定要再向海里放一个花环，告诉表哥邓大哥他们一声，到了那一天，我一定向海里放一个花环，去告诉所有北洋海军的兄弟们，洪章说的有道理，一个贪腐横行的国家哪有不败之力。堂堂一个皇上，连一个兵都调不动，敌人都打进国土来了，可是四万万人干什么？平日里朝廷不把民众的事儿当回事儿，民众自然不可能把朝廷的安危当回事儿。生死关头怎么可能为朝廷去卖命呢？是啊，孟子曰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今天全无创新之念，变革之心，皆因官场腐败、体制陈旧所致。大清上下无官不贪，君子无禄，小人得势，再不变革，亡国是早晚之事。而西方列强之所以百年左右纷纷崛起，皆因拥立宪法，鼓励科学发展，鼓励新思想，为官从政必受公众监督。可是太后一个六十大寿就花去了1000多万两银子，想当年组建整个北洋舰队所花的银子还不到1000万两，更不要说修建颐和园所花的3000多万两银子。太后一个人的花销就等于4支北洋舰队，那么多银子没有花到重要的地方，到头来
就是赔上了几十倍的银子。而最耻辱的，是丧失了那么大的国土。现在京城1000多科考学子们纷纷联名上书，要求变革国体，而且朝中许多大臣也纷纷附议，想要实施新政。其中有不少说的都还挺有新意的。如今国家危急，兵弱财穷，世风败坏，道德沦丧，官府大兴土木，盛行吃喝娱乐。康有为，陈小姐在此吗？谁呀？陈小姐，中堂大人有请。中堂大人，李鸿章，李中堂大人有请。请我？从前，丁汝昌、刘步蟾讲起过你，你为北洋海军做过很多事情，却没得到过什么嘉奖。帮表哥他们办事，也就是为国家办事，从未求得功利。到底是读过书的人呐，你跑遍了大半个地球，见识也不少，讲话也很有见解。现在中国惨败之后，正在寻找新的出路，可否请你进皇宫去一趟？皇宫？就是去见见太后和皇上。我跟他们提起过你，他们对你很感兴趣，他们都想听你讲讲你在西方的所见所闻。这太后也太心血来潮了吧。不过这对大清来说也许是个机会。之窗。